念书呢，念古诗，是壮士的书念书。一天我念书。那大学中央都是在《礼记》在《礼记》里面的，古今诗书礼义春秋。朱熹把解释成格事物之物为主，但是应该圣人的内修的功夫应该是要去除心物念头，所以民国时代李纯阳祖师在那个好像是鸾堂胡鸾啊批训的补充解释啊，把格物解释作格除心物，那致良知啊，格除心物致良知，这才是内圣内在心性的功夫啊，格心物。